你知道吧，我刚才自己去剪了个刘海，对，除夕快乐。我刚自己去剪了刘海，真的太不容易了。结结啾啾的，虎虎生风。对，除夕快乐。对，刚剪的刘海，是的，哇，真的可不容易了，我手抖的。谢谢的荧光棒，然后刚剪的时候，好害怕呀，真的，怕剪残了。现在看来这个刘海怎么样呢？还行吧，因为我就是最后一场公演的时候，我也不知道还有多少个节目，还有两个节目就到今日不败了。那等会看看 cut， 然后现在怎么操作呢？就是，我现在来不及了，我的 pad 开，可是那个地址我没有啊，在哪里呀？谁微博艾特我一下，就是那个，对，我现在可以登微博，谁微博赶快艾特我一下链接好不好？对，网页搜索啥？教教我呢？珠江卫视，我怕我搜到它就放完了。荔枝网，到底搜什么？广东，哦，看到了。怎么还在演广告啊？是广东珠江吗？大家，是广东珠江吗？对，在演广告，是一样的吗？现在，是这个吗？是这个吧？对，电视收不到，我刚刚电视收过了。广告过了，还有个节目，那就等他是吗？好，那我们就等他直播观看。那就可以等他，有一种在看。谢谢 LUDDI 的50，谢谢你。我今天化妆其实很快的，我半个小时就化完妆了，厉不厉害？对，上脸 final， 半个小时就化完妆了，但是我弄头发弄了很久，我本来就是是中分的，然后后来觉得还是很丑，然后我就剪了个刘海，对。画得很快，因为我觉得反正这个磨皮，对，打底的时候嗖，对。对，自己剪的厉害吧？对，我今天开始了，大无畏，这是那个明星哎，对，这歌我听过吗？好想给你们一起看啊，但是这怎么看？这样，谢谢小明的虎虎生风。这样，对，张卫健，小时候看他的那个叫什么，那个电视剧来着？对，什么什么什么灿烂，星光灿烂，猪八戒是叫这个吗？对，还有韦小宝。对，齐天大圣。小鱼儿与花无缺，对，他小时候，在我小时候演了好多剧啊。
但我们录制其实是分开录的，对，我们是分开录的，就是我们是，就是他那个棚可能在那放了一天嘛，然后我们是早上去录的，对，就没有见到。这里还很可爱，真的假的？哦，谢谢不许吃小番茄的高级马卡龙，高级。对，因为我们早上去录的，录了就是三遍就下班了，可能一首歌两遍还是三遍来着。对，我不知道是不是第一个录的，反正挺早的。对，它是录制的。对，如果是直播的话我还坐在这里。嗯，我们应该是有两首歌的吧，难道被剪掉了？我妹妹放弃在台上，是的。放弃回家过年了，放弃一起在台上跳舞是吧？你好可爱哦，不是现场。好，来开始，来开始啊！哦，来了来了啊，第一个镜头就是我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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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大声笑开怀，还挺多镜头的。啊，怎么卡了？我给啊，这也卡得太尴尬了吧，我卡了，怎么会这样，这怎么办呀？我卡了啊，这太无语了，我现在没网了，我、哦、啊，怎么会这样子啊，你给我看我看不到，我太尴尬了，真的是好不争气啊，都现在呢，我不会只去看一个尾巴了吧？有了有了，真的是尾巴了，气死我没了，原来被剪掉了呀。对，因为我们录了两首歌来的。对，好快。对，卡掉了一半。嗯，卡掉了一半。对啊，反认真看，然后卡掉了一半。我看看 cut 吧，到时候。对，没了。对，但是其实我们录了两首歌的，一首是青春不败，一首是那个让烟花绽放，让钟声敲响，对，钟炫福的歌，什么让爱的人在身旁，在身旁，那个叫什么，共度这好时光，看那叫什么，此刻到永远。对，嗯，对，其实我们是录了两首歌的，然后他可能只用了这一首。镜头挺多的，那可不，站 C 了呢。嗯，谢谢思勇的百年。哼，那可不，站 C 了这个玩物。对，嗯，这个镜头那么多吗？而且当时还被那个导演表扬了。是的，就是开彩排的时候，导演说，就是姑娘们是没睡醒嘛？对啊，现在太早了，是不是有点困啊？对啊，感觉你们都没有表情了，就只有一个女孩子在笑。对，然后我们大家都以为他说是梁婉玲，真的，
说到笑，就是谁比得过他，对吧？大家都以为是2.0，对，结果就是谁不服气了，然后说了一句：“导演说谁呀？”对，然后那个导演就说：“no no no，就是那个女孩子。”然后指着我，谢谢林夕的虎虎生风。对，我当时我整个真的，他说就这个女孩子稍微好一点。对啊，你们其他人要笑要笑，然后我就马上看着2.0，我就 我晕了。对，是啊，主要是就很不可思议，知道吧？对，谢谢被打翻的饭，送的虎虎生风，谢谢你。反正就是很震惊，对。活力上班，但其实我很困的，对，我很困的，我那天都打哈欠呢。今天真可爱，昨天不可爱。谢谢让我忘的拜年，还是有刘海可爱，确实我也觉得，还是有刘海比较好。谢谢红包。你在这里是一了，刚才不知道为什么口袋里就真的，我这边看的就是很多零的，就是很多零个零个零个，大家可以在直播间证明自己了，大家都是一，谢谢的红包，对，直播间可以证明自己，直播间不会有零的，谢谢红包，在哪里？你手机呀？逆天改命了。吓死我了！突然出现个零个，谢谢你的红包，直播间不会，就是直播间大家都是一似的，刚刚口袋房间是灵异事件啊，谢谢你的红包，怎么回事啊？送零个了又，谢谢红包，谢谢轩的50，谢谢你。你们知道吗？真的，我回家都没化过妆，就是只有直播的时候才化妆，谁懂？我天天就是，天天就是在就是直播的时候才像个人一样，真的。我平时在家里的时候都是头发都不梳，然后对，更别说，对，证明你们很重要是吧？我爸妈都没看过我，就是在家化妆似的。我每次都是夜深人静，大家要睡了，我就开始化妆。对，黑眼圈很重，不是黑眼圈，是卧蚕，刘海长了。对呀，我刚剪的还是，不然我今天又要露额头了。对，没有大光明了。我哪里懒了？真不懒，我专门化妆的。对，我其实我化妆之前我也是很痛苦的，你知道吗？对，我非常痛苦。没有学会自己剪，我就是把这里剪了一下，这边还是长的呢。我只是把它往旁边拨了。谢谢你的虎娃娃，对，这边有一点长。哎呀，好丑呀！算了，就让它长着吧。我介意，我知道你们不介意，是真的。他们都睡觉了，我现在就在化妆，我刚刚就在化妆。对，我们家睡得很早的。眉毛不错，谢谢谢谢。你介意？我们看春晚看了，就是看了，就看不完春晚，就看了一会儿，然后就回房间了。那我们这边有个习，就是传统习俗，就是。我们这边今天晚上睡觉不关灯的，就是一个传统习惯，对，就是不关灯就不能关灯，哎，一样的，好像是说要吓走年兽吧，还是怎么的，还是什么？刚我奶奶跟我讲个词，我忘记了，叫什么光什么来着？哦，前途光明，对呀、啊。老想着前程似锦，不是？他就说，为什么？我说为什么要开灯啊？他说因为要就是前途光明。是的，没有，我睡觉，我开灯我就戴眼罩睡呗，怎么可能不睡觉？说，对，他说前途光明，开呀，房间开，厕所也开，然后客厅也开，厨房也开，都开着，对，
我觉得这种开灯其实还好，我不能接受是那个，是之前很小的时候，就是又开灯，然后那个爆竹，你们知道以前就是爆竹嘛，它是那种，我们这边以前可以放爆竹的时候，就是，你们知道就有个习惯就是封门，就是你家里所有的人回家了，你就要在家里就是再放一个爆竹，就比如说吃饭之前打个爆竹，然后晚上睡觉之前再打个爆竹，然后有些人就是可能封门封的就时间不一样。哇，你就从12点一直到5点钟都有人一直在打爆竹，然后5点钟就开始打，因为就早上起来开门也要打爆竹。对，反正我天，就是之前就是可以燃放烟花爆竹的时候真的很吵，就是对，从晚上放到早上的烟花爆竹。对，现在不放爆竹了就安静一点。对，嗯，炸年兽这样子。你这边开始打爆竹了，那你打爆竹怎么睡呀？嗯。对对对，我们现在是城里不让放了，嗯，可能乡下可以放吧，因为今年我小闺蜜她回乡下过年了，然后她给我发，她说乡下都在放烟花，然后她就发视频给我看，嗯，因为我说我想看烟花，对，我刚刚就是听到外面也有人放烟花，就放了一就是一点点，就那种小的那种，可能就是就小的不会被抓吧，放小的烟花，然后我弟就喊我去看，他说你去阳台看，然后去阳台看，刚想拍给你们看，然后哎，他放完了，他放完了，因为我们家住的比较高，就还能看到一些，对，对，可能就是小的，没有放很久的，对，我发现我今天眼睛比昨天大，因为我贴了双眼皮贴。你们知道成员怎么放烟花吗？有点像公主切，因为我这里没剪，其实这里应该剪一下，但我怕剪毁了，我就没剪。这样还挺显脸小的哈，素颜也大。你是在暗示我明天素颜直播吗？对呀，我眼睛变大了，就是因为双眼皮贴，双眼皮很重要的。我跟你说，像我自己没贴，就是薄薄双眼皮，就是没有眼睛没有那么大。全员不是有个免费的烟花吗？嗯，不是，我还没，不是几点钟放的，是我不知道该怎么放啊，知道吧？对，我就在问你们知不知道成员怎么放的，不知道我就去问成员，对。因为他，我今天看界面的时候说成员有一个免费的，但是我看到的那个界面只有一个4888那个鸡腿对的，然后我怕我一点，然后他就扣我这么多鸡腿，问啊，在座有没有成员，笑死，应该没有成员吧？对，他有免费的那肯定就要放，对吧？别浪费了。哎，真的，我觉得我真的太不精致了，真的，连我妹啊，就是连糖糖啊，哦，这样的，连糖糖今天都穿那种就是红色的那种衣服，对，谢谢你的红包，然后我今天。还是穿的那个睡衣，穿的我妈妈的睡衣，然后吃的年夜饭，对。然后今天糖糖跟我们视频，她非常精致，是的，在吃冰淇淋，然后穿了一个红色的那种套装，对，非常有年味的那种感觉，对。然后我就刚才我想着，我不能每天都穿那件粉外套，我就从我的衣柜里扒了一件，就是很多年前的衣服，这件衣服有印象的人应该记得吧？对啊。就是非常多年前那个衣服，对，记得不？不记得也没关系，我戴上帽子你们就知道是哪件，真的。给你们看，戴上帽子知道是哪件了吧？是我在重庆的时候穿的那件，好久以前的衣服，记得吧？对，看这个耳朵还记不得？对呀，有印象是不是厉害？对啊，这是我觉得很体面的衣服了。
不知道没关系，这个也不用知道，反正就很久之前。对，我专门找一件红衣服，对，给你们看，就直播非常有年味，对，真的。那你朋友也可爱，夸回去。没事，不辛苦。而且我还有别的红衣服，对，我在那里看到三件红衣服呢，对，就我觉得这件还可以。我去年在家也是穿这件，我晕了、没有尾巴，它就是一个小猫的，红色的小猫，对，去年穿过，对，让它注册一下，笑死，这个很圣诞吗？拿张表情包，好了，不要再回忆了，再回忆大家要，好，算了，不用回，不要再回忆了，换个话题了，现在。哦呦，天哪，千万别，我晕厥了。对，应该是吧，反正就去年在家的时候，然后我长了一个痘痘，这个光好像看不出来啊，挺好的，我蛮喜欢这个光的。这里长了个痘痘，这里看不出来，看不出来算了，反正就长了个痘痘。没想到我在家不化妆也容易长痘痘。谢谢 Circle 的拜年，谢谢你。换个地方长，没有吗？还是昨天的地方？昨天只是戴眼镜没发现那里长了，对，正好卡在戴眼镜那。过年吃什么吃多了？那我确实天天都在喝奶茶。今天是我妈不想让我喝奶茶，然后就那个用那个破壁机，你们知道吧？然后做了那个玉米汁给我吃。谢谢 Silent 的锦鲤。就是破壁机比榨汁机厉害一点，觉得它还可以绞肉，反正可以很多功能。谢谢 Kevin No 的拜年，谢谢你。对，谢谢你啊，谢谢放弃的儿子送的50啊，谢谢你。不孝子，不是，就是希望我少喝点，对，也不是，对，他不希望我天天喝，他觉得喝多奶茶不好。谢谢你的红包，这红包太小了。对，就是其实它也是榨汁机，但是就是可能比榨汁机高级点，它还可以绞肉，还可以磨成粉那种功能什么的。它可以做那个叫什么，做那个叫什么来着，玉米汁，还有什么核桃糊这种东西哦，花生糊哦。谢谢你的红包。那可能儿子孝顺一点吧，狗都没来呢。不是，笑死，这什么好比的啦，神经病啊。真是，我哪喜欢这种名字啊，是他们自发的，我晕了，我让他们做个人吧，他们又不做人。对对，就喜欢蹭我的名字，是的，不带我的名字也 OK 的。在敲咪咪，你怎么知道？你们在一起吗？今天动物园只有小仓鼠来了。对，谢谢啊，懂事了，谢谢你的拜年。
谢谢你的经历，谢谢你的虎虎生风哈，懂事了懂事了，很欣慰很欣慰，笑死，你是代表，是动物园代表，啊屁嘞，什么子孙满堂无语了，这个我也管不到他，我让他改了他，你看他改吗？他不改，他们就是要蹭我的那个，要蹭我的名字，是的，方琦的什么什么。对吧，我管不到呀，对呀、啊、嗯，其实我没怎么看春晚，我就在沙发上玩手机，嗯，对，我自己剪的刘海怎么样，还可以吧，对，我在那陪你们玩鉴定游戏呢，对，没想到就开始鉴定起来了，对，没关系，这些小品不看就等我去微博上刷一刷新出来的梗就知道了，对，但我看我爸就是看得很开心的样子，鉴定结果不是很开心，没关系，就是就大家保持初心嘛，对，嗯，外面没有再看了，就是已经回房间了，大家都外面很安静，今天应该就在头顶扎一个揪揪就会比较可爱一点，对，但是我找到了夹子，我没有找到皮筋，对，下次应该回家带一点皮筋，是的，那肯定啊，就是现在就是年轻人很少看电视的吧，对吧，妈妈有没有，她没有那种细的扎揪揪，要细的皮筋，粗的扎不了，嗯，没关系，披头发也可以嘛，嗯，哎，我已经化妆了，哎，已经很了不起了，对，已经很了不起了，是的，嗯，我跟你们说，我后面可能就是我想想，嗯，有一天就是爷爷过生日，他要摆酒，那天可能会化妆嘛，毕竟很多亲戚来了，那天要收拾下自己的，嗯，要给我爷爷一点面子，是的，那天我要化妆，然后。还有一天要去拍全家福，我也要化妆，对，两天，然后还有几号吧，嗯，可能初五初六的样子吧，这两天会化妆，然后中间还要就是分两天，就是约两个小闺蜜，对，我们一年才见一次就非常重要，但是我也不一定会化妆，对，我也不一定会化妆，笑死，因为跟他们都太熟了，就是去年我就没化妆，嗯，谢谢 MIZUNSHI 的虎虎生风，嗯，对，他们不介意啊，他们不介意的，对，对啊，因为我甚至我跟他们出去玩，我都不想出门了，我说要不你来我家玩嘛，我们聊天，然后我请你喝奶茶，对，我就点外卖，对，就这样的，嗯，你们不介意，对，我不知道跟他们出去玩会不会就是化妆，嗯。如果出去看电影的话，哎，其实我真的就不想化妆似的。再说吧。谢谢千本风的拜年。再说吧，反正就是初五、初六，初六一定会化妆的。对，这两天会直播的。嗯，然后其他的话，嗯，对啊，出门肯定戴个帽子、戴个口罩就够了。嗯，对啊，我也是觉得，反正出门都要戴口，但是小城市其实戴口罩人不多。怎么想看我素颜直播呢？没什么好看的。
其实小城市没什么人出门戴口罩。嗯，有。再说吧，可能，要不这样吧，就是那两个小闺蜜，我就抓阄似的，就看看，我就点点点点到谁，我就跟谁出去玩，是化妆，就再多一天直播，笑死。对，嗯，好，有两天都化妆，有点勉强了，笑死。怎么可能逮捕？但是我跟你说，他们两个是这样子，他们有一个人就是比较在意的，就是有一个人会化妆来见我，对，对，去年他是化妆来见我的，但是我就无所谓了，我化不化，对，对，是啊，有一个会化妆来见我，还有一个就是也是跟我一样，就是不化，这么熟了不化，这样，怎么想看小闺蜜呢？嗯，对，浅化一下。好吧，那就浅化一下。你们不要老 cue 我的小闺蜜，对呀、啊，专注自家，呵呵，真是，嗯，确实，嗯，想他哪个他有名字吗？名字都没有就开始想。小闺蜜才不是自家，别乱攀了。开始，哎呀，这个凳子坐我屁股都痛。你才发现这个点歌功能，我晕。你好像那种刚学会用智能手机的老人家一样。小法，神经病。但是我那个学法的小闺蜜，她终于通过了那个法律考试。终于以后能够成为一名就合格的法师了，对，以后可以去做法，对，对啊，学法的那可不就是以后成为一名法师，对啊，嗯，对啊，没说错，嗯，学法的嘛，学法律的嘛，对，为什么要帮我和爸打官司啊？嗯，还是不要跟爸产生这种合同纠纷吧。嗯 ，no no， 不是，是学法，对，法师装备啊，嗯，法师装备很贵的，送不起。KFC 哪需要法务部啊？不需要啊、哦。法师不是道士。然后还有一个小闺蜜是学金融的。然后我就问他基金买什么，笑死，感觉自己像个废物，啥也不会，真的。不是学啥的，我学管理的，可是我就是啥也不会，对。怎么管不好自己的？学废了，确实。我管他们俩。谢谢啊，谢谢方姐给我送的服务生风，谢谢你。什么粉丝管理？
这什么歌呀？是早睡管理，笑死！确实，我小闺蜜就开始约我了。你们过年家里都吃什么呀？你知道吗？我这几天，这些的胡娃娃，我昨天还是前天啊，在我们家阳台上看到一只小乌龟，救命！我真的被吓到。我本来是去阳台干嘛来着？然后看到那个阳台上有一个水盆，水盆里面有一只小乌龟，我晕，我在那大叫，我说奶奶，我说为什么我们家会有王八？为什么我们家会有小王八？然后，对。是啊，很吓人，好吗？对啊。然后我奶奶就笑，她说：“对，我们家有一只小王八。”然后今天我们年夜饭的时候就看到一只，你们没看到一只有一个甲鱼汤吗？对，好吧，它的学名叫甲鱼，很吓人啊！它那里往外爬，很吓人，我很害怕这种东西。那不是甲鱼，那是什么？他就是啊，他都是小王八了，他不是甲鱼吗？我没吃啊，没吃，我又不吃，我不吃好吗？对，我不吃啊，我不吃这些奇奇怪怪的，没喝汤怎么敢喝啊？他可能是为了就是撑场面的吧。好喝吗？不能接受了，应该好喝的，美容的。嗯，算了，没喝，根本没碰那道菜。我怎么感觉我们家也没有人吃那个？对啊，我也不想我们家就是煮小王八的。我不知道呀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做，反正就是去年都没有，今年怎么有了？啊，骗我喝了不长痘，你怎么不骗我喝了变漂亮呢？笑死，喝了长头发，喝了变漂亮。我不吃啊，我只吃虾，吃了鸡爪，然后吃了鱼，还吃了粉丝，对，然后其他没有吃了好像。就有一锅，中间有锅粉丝汤，没看到你们？没看到吧？中间有个粉丝汤，然后里面有菜，然后里面有那个炸小肉丸。啊，你们没看到吗？对，炸小肉丸。对啊，就那一锅，就是粉丝。虾就是当然自己剥，不然呢？饺子是晚上包的，然后就你想吃，他就会做给你这样。你旁边的肉丸，笑死！香菇炖鸡，对，鸡也不吃，因为那个鸡其实就是硬菜嘛，太硬了，吃不下去。对，那两个鸡腿没有人吃的。对，没有。对啊，没有人吃。对啊，就很硬的菜，这个是不是嚼不动？就是感觉，就是没什么好吃的。鸡腿要的，但是不吃那个鸡腿。
你知道吗？我们家是传统，就是从小就我跟我弟必须一个人吃一只鸡腿。但我们小时候不懂，我们小时候真的就一人吃一只鸡腿，因为他们说，一人吃完一只鸡腿才能给红包。对，小时候是这样子。那没办法，为了红包也得吃掉，然后就吃掉了。对，是啊，从小就每年过年的时候，那个鸡有2条腿，就我跟我弟要一人吃掉一只腿。也不是这么委屈，主要是它没那么好吃。对，现在就是没有要求要吃。对，那肯定为红包折腰，一年才拿一次呢。没有，这是我自己剪的刘海。嗯，可是我觉得鸡腿肉它很饱，就很顶饱。就是感觉吃到后面就是感觉很噎，知道吗？多大的红包，就是那样子的红包，是吧？不错，还剪出公主签了。鸡腿不够分的，那你们家小宝太能吃了。江西的红包啊，没有，其实我过年只拿了，过年只拿了4个红包。对，现在就拿了4个吧，好像是。嗯，我看看啊，我外婆的跟舅公的都是微信的红包，然后再拿了爸爸妈妈的红包跟爷爷奶奶的红包。我们家很贼的，我跟你说，就是我们家不是2个小孩嘛，然后就是我爸爸妈妈就包一个红包，不就是给我包一个，给我弟包一个。一般来说不是应该爸爸一个红包，妈妈一个红包吗？对啊。他还给我跟我弟包过，就是那种你们两个人嘛，对，我们就两个人给你们包一份了哈，对，是这样的，对，然后爷爷奶奶也是这样的，爷爷奶奶也就是不是对不分开的，他们一起包的，对，对啊，是不是很贼？对，本来我应该有4个红包，现在我只有2个。爸爸妈妈为什么要分开？就是应该分开啊，爸爸就是爸爸，妈妈是妈妈呀，对啊。对啊，可能独生子女一般会收到2个吧。我们家是2个小孩，然后就一人一个这样。这样的呀，因为我们家2个小孩啊，所以他们就独生子女也只收到一个，真的，一家人就给一个，一个这样，独生子女也是一个。那好吧，那我就心里平衡了。看来不是我一个人这样子。我们家也是这样，爸爸妈妈一个，爷爷奶奶一个，所以我就只拿到了4个，他们2个，然后还有外，那就这样，外公外婆一个，然后再舅公一个，这样子。其中一个是1块钱，不至于吧？1块钱的红包，什么？我弟弟推谁？说啥呢？我知道广东的那个叫，广东那个好像是结婚了的就要给没结婚的人发红包，是这样吗？就弄1块2块的。这我听我舅妈说过，因为她上班的时候就是。第一年结婚的时候上班，然后就准备很多1块2块的这样红包发给他同事，这样 有5块，那挺多的。没有，就那种见人就发那种红包。哦，我明年好像没有红包了，因为明年我就毕业了。对。我们这边其实是就是不上学了，工作了就没有红包拿了，不像有些地方是结婚了然后才不拿红包，嗯，对，工作了就不拿红包，这样，不上学但没工作那就还会发红包吧应该，但是我奶奶说，她说明年还是会给我发的。因为他觉得我们还是小孩子，
然后今天不是我爸爸给我红包嘛，然后被我弟从中间劫走了。然后我说你快把红包还给我。然后他就逗我，他说就不给你，就不给你。然后我奶奶就说，你想要两个红包是吧？明天带女朋友回来就给你发两个红包。我晕，太搞笑了。对，然后我弟就马上就把就觉得没意思，然后就把红包还给我。对，对。我觉得我奶奶说的也没错呀，但他们不会跟我讲这种话，对。我带女朋友回来，你在说什么怪话了？恋爱禁止哈。我带条狗回家的话，他们会把我跟狗一起赶出来的。对，你以为今年回家我没想这件事情吗？我说能不能养只狗？不行，狗跟你只能养一个，就这样子说的。不行的，我们家先斩后奏，不行的。狗留下，笑死！什么那个仓鼠在说啥呢？我怀疑你们就是意有所指哈，真的是。没有带玩偶，因为装不下了，因为我带了一个小箱子。我现在还在想回去的时候，我现在还在想我回去的时候怎么办。我还没买机票，我也很想坐火车回去，坐高铁回去。一套体面的衣服，就是有点凉，不想穿，再套个外套直播了。出门再穿。因为我如果坐高铁回去的话，就回中心很近啊。不然我到了机场，我还要坐1个小时的地铁回去，好累啊！高铁4个小时吧，对，4个小时。打车，还有你说，打车不也要1个小时？高铁也挺快，对，主要是机场，我给你们算哈，机场去中心也要1个小时，对。然后我去机场又要两个小时，对，我去机场2个小时，然后还得提前去机场，那就是在机场又要待2个小时，也要5个小时。高铁票没有高铁票，就是有点难买，但是抢一抢吧，试一试嘛。去高铁站的话，就是赶那个时间就可以了嘛，不用提前啊，高铁不用提前很久。谢谢无 C 的虎虎生风，就没想好，确实票也难买，而且去机场其实没有去，去高铁没有去机场方便，对，我这边去机场还是比较方便，对，买票呢。我这种长途一般不会赶不上，好吧。真会讲话，真会聊天。对啊，主要是还没出饭店的安排。我妈一直希望我初八再走，希望我初七别走。那没出饭店的安排，我就只能初七走。哇，先看到这颗痘痘了吧，在这里。我吹有用，我吹没有用。对，我没有买机票，因为反正他都那个价钱。
七不出门，八不归家，那初八不能回家了。我妈就说，初七不能离开家了，就这种说法。可是以前都没有，以前我们只有那种初二不能去别人家。对，谢谢你的红包，看得出来的吧？你仔细看。喏，这里，这里看到没有？很大一颗痘痘，对，没有，我只是想说有一颗很大的痘痘，对，对，就面对面会更明显一点。这个直播可能光线不是很好，就还好，对，好看个球球。我刚一直这样子，因为有点冷，我就一直这样子，笑死！像不像那种就是逛公园的老人家？对，太冷了，把手塞进袖子里这样。对呀、啊，太冷。那什么叫跟你家猫一样？老大爷似的，真的很冷啊！因为这个外套很薄的，其实。说啥呢？为什么不穿厚点？因为哦，等等，周末，呸，周总发红包了，等等。算了，原来是拼手气红包，我就缓个一分钟再去。好了好了，抢到了，大家很安全，抢到了，没有，太激动了，刚脱口而出，对不起，我抢到周总的红包了，18块，厉害吧？对，18块，啊什么啊，什么东西啊？听不懂，对，没抢到王总的红包，王总也是大红包，周总也是大红包，对。两位数我就很开心了，对，18块，你加2块钱不就可以发一条牌牌了？真是的，对，18块可以点一杯奶茶呢，嗯，为什么再过10分钟可以去要红包？什么？是你们要给我发红包的意思吗？哦，那我就先谢谢大家发的红包了。是的，嗯，祝大家新年快乐。是的，嗯，我都这么说了，你们不会不发吧？笑死。嗯，谢谢啊，谢谢红包。嗯，对，我知道，就可能时间还没到，大家想零点给我一个惊喜，对。笑死，嗯，谢谢大家的红包。好的，新年快乐。嗯，哦，谢谢红包，谢谢。发早了，笑死。没关系，现在谢也可以，对，是的，嗯。刚刚从抖音学来的，是的，嗯。就是谢谢大家给我发的红包，我知道有些人还没发，可能是因为时间还没到，对，嗯，先谢谢了。我都说了谢谢你们，就是总不能不发吧。直接晚安，谢谢大家的红包。不打光，为什么要打光？这个房间本来就是这种昏暗的光，我在后面打个光。没听到，嗯，那不行。我给你们发可以啊，我去微博给你们发。我要设置一个什么样的回答呢？你发那种问题红包，什么时候？
明天吧，谢谢你的红包。是什么问题呢？我很怕那种被就是别人抢了，对，你们也抢不到。什么意思？是林文宇互动吧。好吧，那就设互动榜，那就不用问题。去年是互动榜，好的。老粉可以抢，但是我怕有些人就是不小心取关我了，那就不是老粉。我的问题一般人想不到，尤其是粉丝想不到，笑死。不互动的，那你新的一年就多跟我互动呗。对。对啊，怎么会有人不跟我互动呢？你们不跟我互动，你们微博都刷不到我的，知道吗？对啊，就动动手指点点赞就不行啊，就懒不刷微博，那谁微博发的飞起啊？不刷微博新粉我全都一人。微博是什么？微博是 GNZ40 你爸爸。不刷的，真的，那天天在微博发那么多。你发什么新娘好？我晕了，是不是前后鼻音不分呢？真的不刷？挂你了，我跟你说，怎么能这样子？好像是吧。抓紧时间去跟我互动一下，对。我明天晚上9点钟的时候发吧。谢谢你的红包。没事，原谅你了。还有6分钟干嘛？哦，跨年，对，好的，新年了，就希望大家就是，现在就说了，对，新的一年，希望大家就是虎年大吉，吧，说够5分钟，那有点难了。祝大家就是新年快乐，虎年大吉，恭喜发财，然后身体健康，吉祥如意，天天平安，天天开心。讲不出来了。讲不出来了。虎年大吉。对，快说谢谢呀。对啊，现在是你们说谢谢的时候了。不客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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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虎虎生生威，好的，不客气不客气，然后我们就这样，谢谢不客气，谢谢不客气，然后就倒计时了，谢谢狗的狗的拜年，谢谢你，对，小狗给大家拜年了，你日语，谢谢。对，不客气不客气，对大家就是不客气。谢谢小仓鼠的虎虎生风，小仓鼠给大家拜年了。谢谢狗狗的拜年啊，狗狗给大家拜年了。为什么要打问号？谢谢云云的拜年，云云给大家拜年了，笑死！现在是放弃粉丝给大家拜年的时候了。
谢谢熊先生的拜年，熊先生给大家拜年了哈。嗯，我发现你们有些人特效会被卡掉，是吧？嗯，谢谢，谢谢柔柔的拜年啊，谢谢柔柔给大家拜年了。特效在排队，嗯，拜年要排队，拜年要排队。嗯，谢谢四勇的拜年，四勇给大家拜年了，笑死，你们在干嘛？在排队拜年是吧？好的，大家非常友好，对，嗯，谢谢未完待续的拜年，未完待续给大家拜年了，嗯。接力是吗？好的。哦，谢谢谢谢李一的拜年，李一给大家拜年了，嗯，对，谢谢 LUDDI 的拜年 ，LUDDI 小鹿给大家拜年了，嗯，对，大家非常友好的氛围，互相拜年，对。谢谢千本枫的拜年，枫叔给大家拜年了，嗯嗯，谢谢大家，嗯嗯，谢谢 PER 的拜年 ，PER 给大家拜年了，准备特效，我给你做个特效。带王特效哦，谢谢啊，舅舅给我放了个烟花啊，谢谢你啊，这是给我放的，哎呦，谢谢看高山水流的拜年，谢谢你看高山水流给大家拜年了，你把人家特效卡没了，刚才在拜年呢，没干嘛，我就是 cue 一下你嘛，对，嗯，在拜年中度过了哈。我先读完，不然等我到点。谢谢玉庆的拜年，玉庆给大家拜年了啊！大家一直拜到就是新的一年，对。谢谢，谢谢三生石的拜年啊！三生石给大家拜年了。我知道了，原来是这样子，他要等那个的，对，嗯。谢谢林夕的拜年。林夕给大家拜年了，谢谢谭姐的拜年，谭姐给大家拜年了，读完了没有？我刚刚是不是读完了？还有小雷雨的拜年，谢谢你，小雷雨给大家拜年了，谢谢舅舅的拜年，舅舅给大家拜年了。好的，祝大家新年快乐，对，嗯，新年快乐。不知不觉大家拜年拜着拜着拜完了，对，新年快乐，虎年快乐，是的。外面就是开始放那个烟花了，对，嗯，新年快乐，听到了没？这个，好，谢谢一只调皮芝麻的拜年，谢谢你，芝麻给大家拜年了。我刚刚如果有略过的话，给我说一下。还有谢谢大家的红包，新年快乐，嗯，谢谢阿祖的拜年，阿祖给大家拜年了。谢谢不吃小番茄的拜年，不吃小番茄给大家拜年了，嗯，还有谢谢方琪的拜年，方琪给大家拜年了，嗯，对，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，嗯，新年快乐，谢谢美团外卖的拜年，美团外卖给大家拜年，嗯，新年快乐，你们那边有在放爆竹吗？现在？现在就是非常的不让放，现在非常的卡了，现在的很多烟花，对，嗯，新年快乐，对，非常有气氛，你知道吗，新的一年来了，然后你知道在放什么歌吗？放重来，如果能重来，怎么回事呢？外面全是鞭炮，
广州让放吗？啊，哇，谢谢，谢谢 PER 的用爱发电，谢谢你。为了你就是被卡到，我现在先卸掉了。哇哦，你要排队特效了似的，嗯。因为刚刚被烟花卡掉了，这些拜年的，嗯，谢谢你哦。那就祝你新的一年就是少加班，涨工资，耶、yeah ！可以吧？嗯，过年开心一点，好、哦，大家。谢谢你的红包，那可不非常实在，只是非常务实的一个人，对，嗯。他现在在放这个拜年了，不错，蛮有气氛的。虎年有什么愿望吗？虎年是不是蛮多人的本命年啊？98年的本命年，说啥呢？本命年，对，对吧？嗯，不苦，嗯，10年的本命年，臭不要脸，10年，对，大家要穿红袜子。但是我觉得到我本命年的时候，我也不会穿红袜子，嗯，因为我不爱穿袜子。本命年其实没啥吧，就是抱着一个就是那个平和的心态去面对，其实还 OK， 对，没什么不一样的。本命年就是跟普通的年是一样的，对，不会的，对呀、啊。小老虎年名，今年是。送的本命年，你来办50，我还没有过本命年，明年是我的本命年，明年就是兔兔年的时候是本命年，对。哇，到了，特效来了。啊，12岁啊，你们真会说。好吧，那明年就算了，我说不出口。明年24了，今年23了，天哪！明年出生，你要笑死我了。没关系，就是大家在我前头呢。大家在我前头，没什么的，对。我的意思就是你们过本命年在我前面，对，你们过本命年在我前面，对，是这个意思，对。说不出，啊，比我小，有些比我小的，你和我一起啊，你也属兔，嗯，在我后面，好，行，前面后面都行，可以吧？对，都可以，一起走，好吧，一起走，大家，嗯，对，嗯，那比我小一轮确实有点难，嗯，谢谢蛋蛋的拜年，蛋蛋给大家拜年了，我先，算了，不想讲这个话题，嗯，谢谢你的红包。小魔，
感觉一年年过得很快呀、啊，真的。今年我就要毕业了。真的七零后吗？就过得很快。大学毕业，讲错，就是没讲清楚。大学毕业，对，今年我就要毕业了。大学毕业，对，大学毕业，对。大家，就是是我大学毕业，不是那个，对。大学毕业了，大学毕业，对。不要误会，是的。其实我觉得我还蛮就是感觉就是怎么说呢，就是不知道怎么说，就是感觉其实很多团他们都可以直接说，比如说公演的时候就是有个重大发表似的，我谁谁谁今天就是或者说就是马上就要从哪里哪里哪里毕业了，对。就是这种话，其实我觉得比较，就算是给大家一个交代的那种感觉，就是对，不会，就不会有那种就是突然间走的那种感觉，对，对啊，这种就不会有突然之间走的感觉。一般说完这种话，就是未来的活动还是会参加一段时间，只是跟大家说，就未来的活动可能是我未来的几场，对，对，就这种我觉得是挺好的，对，就是说，但是就我现在的就现在这种就在我们公司可能不太行，对，你不是就是想走就走，走了不能就是解约似的啊，对，就这个意思，对，你在你公司也不行，为什么不行啊？新年快乐。谢谢，谢谢小仓鼠的用爱发电，谢谢你。谢谢啊！新的一年就不要再就是易燃易爆了哈，对，不要对我那么凶了，是的，脾气好点啊。对，那也祝你就是涨工资吧。动物园啊，动物园送的啊，动物园太甜了，谢谢，谢谢动物园。离职前得把项目做完，对啊，你就跟他说你要离职了，然后你会把项目做完的这种。你就好好说嘛，对。把钱退一下，笑死。好的，谢谢啊，谢谢动物园，就是那几个人，是的。都注意一下吧，那就祝小仓鼠就是，祝小仓鼠就是，不要那么易燃易爆了。然后那个狗吧，就不要再做狗了，做个人吧。然后那狗的狗吧，就是也做个人吧。是的，好的，祝完了啊。对，就大家攒的一个用来发电嘛，是的，对，小仓鼠就是。因为小仓鼠没有写方琦的小仓鼠，没有带方琦似的，对，把钱退一下，笑死。对啊，因为他没有你，比如说你现在不叫方琦的狗，你叫就是可可爱爱小狗狗，这种我就不会说你什么的，我就祝你新的一年可可爱爱，是吧？对。那个狗的狗就叫臭不要脸狗的狗，对，这种我就不会，就是祝你当个人了，我就祝你就是新的一年不要臭不要脸，是吧？对啊，就这种正常的祝福，是的，是吧？就希望大家就是对，新年快乐，对啊，不正常吗？这个不正常吗？根据你的 ID 去住的嘛，对，正常。
我不知道，这个动物园是自发组织，就是我也不知情啊。非法组织。笑死！就是你们这种，怎么说呢？你们这种就是一般就是家事嘛，对。第一天就开始吵架，不要吵架，不要吵架，对。谢谢你们啦，谢谢你们啦，对，不要吵架，不要吵架。新的一年就是要，大家要就是友好的，对，在一起。他们骂你啊，怎么能骂人呢？对，不要骂人。对，在一起就是和和谐谐的多好。对，大年初一不能吵架的。对，留到除夕以后再吵。对，大年初一不能吵架的。对对。现在春晚结束了嘛，春晚是不是在唱《难忘今宵》了？吵我，吵我干嘛？还没有啊，还没有《难忘今宵》吗？奇怪的节目，什么歌舞？我没有《难忘今宵》，我还早，我可能播到1点吧。谢谢你的红包，对，我可能播到1点吧。这 BGM emo 了。不要 emo。我唱个《难忘今宵我难忘通宵，才不是呢！我不会通宵的，真的。No no。你说到这个，就是我发现，就是江西也挺好的。因为江西有浴霸，就是家里有浴霸，中戏没有浴霸。你们广东人是不是不知道什么叫浴霸？我现在直播没办法早睡。浴霸你们知道什么吗？就是浴室的爸爸。浴霸耶，浴霸就是没有，我感觉广东没有浴霸，我晕，真的，怎么会这样？为什么我们中戏没有浴霸呢？天呐，冷死了，真的，中心洗个澡冷死了。对啊，4个大暖灯，哇，很舒服的。对，我自己装一个，怎么装嘛？我晕，很冷。我如果跟我室友说他要装的话，他就会说没必要。对，洗澡很快的，不用装。我还不知道买一个装上就是，那这种东西你要跟。就是一个房间的人，就是达成意见啊，对啊，一电费要一起交的嘛，对。买个小暖风机也没用啊，我之前还说要买一个烘干机，然后他也说不用，挂外面就干了。好吧，这达不成意见就没办法。就是还好，也没有那么的冷，这样子。但是因为在那个，在这边就是家里有浴霸嘛，就是洗澡会洗很久，因为很暖和。你说的好像你住在南方一样，真是。
也可能是他住的少，对，他不是很在意，就是房间的这些东西，对，就是，就是可以提高生活品质的东西，这样子，他可能在家里会比较在意一点，在中心就不怎么，我知道今天广东很冷，是不是降到个位数了？下雨啊，下雨是会比较冷的，这个话好像从别的地方复制过来一样。那你们可以开电热毯了，对，其实睡觉不冷的，在家里睡觉，因为有电热毯，又有那个热水袋。这个刘海搞得我撑不到一点，无语。哇，谢谢，谢谢 Circle 的皇冠，谢谢你。谢谢你的虎娃娃。没下雪，江西也没，就是我景德镇这边没下雪。但是再北一点应该下雪了，对。不知道为什么我们这就没下。谢谢你的巧克力。飘小雪花，也不一定会下。去年就很暖和，对，对，有山的地方应该会下，山上容易下雪，对，今年就是感觉很冷，但是没下雪，没关系了，对。挺远的吧，你地理不是很好的样子，确实我不怎么出门，哇，这个口红好红啊，这么一看，冷一点有年味，我觉得还是暖和一点比较好。对，你不知道，我不是很懂我妈妈怎么想。就是明明很冷，他又很喜欢通风，对，他就说一定要通点风。然后就是我们这冷到那种，就是白天打开窗户会有呼呼的风吹进来的那种，对，对，都这么冷了，还有通风，对。然后就是我如果睡觉不锁门的话，他就进来拖地，然后进来拖地之后，他就把那个窗户打开，那个风吹的我的脸啊，天呐，我感觉我脸都能感受到那个风，对。我也是说观赏，他说刚拖完地要等地干一下，这样。然后他还不洗完不关门，对。然后不关门也是那个风，对。喊我起床，你知道他今天怎么喊我起床？我妈今天喊我起床，他是先敲门，因为我锁门了。他起来了，起来了。然后我是用尽我全身的力气，我回了个好，但他没听见，对。我不知道为什么。对，我就是躺在床上回了个好，对，他说起来吃饭啦，今天除夕起来吃年夜饭了，然后我说好，对，我就真的我就从梦中醒过来挣扎说好，但还没听见，然后我听到他跟我爸就说，哎呀，你不要敲门叫他，对啊，你敲门叫不醒他的，你给他打视频，给他发消息，然后我妈就在外面给我打视频，确实啊，他不知道我手机静音，你知道吗？我就听到，就是不是我没听到我自己手机声音，我听到外面就是客厅里，我妈就是你们知道打视频会有那个视频的声音，你们知道吗？我听她一直在给我打视频，我一直没接，我实在是受不了了，我就挣扎着，我怕她又敲门，你知道吗？我挣扎着拿起我的手机，然后把它挂掉，我说我知道了，对，给我发翻版，好笑啊，真的是，对。然后他就给我发视频，对，发视频怎么叫起来啊？我也，对，因为我没有那个
我没有，我静音了，对，对啊，我挂掉了，那不然我接吗？我就是证明我看到了就行了，这样子，我没发脾气啊，什么起床气？不是早上，是下午的时候。因为我今天在房间发了个消息，然后我又睡着了，太困了。对，说到这个，我真很无语。我就是这天在家里，我老梦见就是在广州的事情。对，证明就是还是有牵挂，对，放不下。老梦到在广州事情。什么公演啊，这种，对，在中心啊，什么这种，但是没有特别恐怖，对，就是一些，比如说到个人圣诞的时候，舞还没学会呢，不知道跳什么，对，这种，我真的，我梦里就是安排的挺好的，我梦见我安排了几个节目都已经安排的挺好的了，然后就有一个 solo 的节目，是青春不败，不知道我怎么想的，对。而且梦里我还问黄楚莹，我说你觉得我这个是 solo 好还是找你们助演好？对，我在想要不要我找恩穗的成员给我助演，因为恩穗的都会跳《青春不败》。然后他就跟我说，他说我觉得你 solo 比较好。我说好吧，那我就 solo。对，笑死。对啊，我就想我自己在那，对啊，我自己在做梦，我在梦见，那我到时候个人圣诞我就很傻呀，这样子，飘忽不定最要命。很不要，很奇怪。No no，做梦还工作，确实是哈，怎么会这样呢？我倒希望我梦一点，梦一点就是我，就是中间串场拍什么。然后看大家就是，其实大家都挺爱扒的，大家都在朋友圈发什么，好想回去啊这种，对，快点让我工作吧这种，大家都很爱扒。我虽然没这么发，就是也没这么想，但是我觉得回去也行，在家也行，对，我觉得都可以，确实年会也挺期待的，想好好吃一顿。我现在已经不提中奖了，就是，就期待值放低一点，对。能够给点好吃的就行。如果是那种像那种去年那种自助餐那种也挺好的，对。开始吞口水。但是，不会不做梦，还是会做梦，每天晚上睡觉，特别是现在睡这么久，就更容易做，呸，更容易做梦，有可能是因为就是，谢谢渡边淮安的拜年，渡边淮安给大家拜年了。也可能是因为在家吧，在家，然后这个窗帘不是很遮光，但是最近也没有大太阳，所以也没不是很亮。然后这个房间吧又比较大，然后这个床也比较大，所以就是感觉没有那种小空间那种，这种。怎么说呢？不知道怎么形容那种感觉，就没有那种，可能那种压迫感吧。对，很大，因为这个房间东西很少，就宽敞一点，像我在中心就是东西很多，就是堆在哪里都是这样子，也可能在家有点安全感吧，然后就没有做噩梦，挺好的。我也跟我妈说把娃娃寄回来一点，她说我娃娃太多了。长窄这样子，
但在家可以睡很久哎，对，虽然他就是，可能下午的时候会醒一下，但是我还能继续睡。嗯，对，对对对，你说太对了，在家也不是灰色的天花板，我们家是那种白色的墙，对，然后可能黄色的壁纸这样子。哇，真的，我真是不喜欢那个灰色的天花板，救命！嗯。但是因为我每天就是起来的比较晚，然后你们知道冬天嘛，就是江西冬天就是又天黑的比较早，对我来说每天的白天就只有那么两三个小时，对，我感觉就是白天好短，对，是啊，白天好短，真的，比如说我要吃饭了，我才看到外面的天，对啊，真的，今天我还在感叹，我说白天怎么这么短。然后就我妈说，那可不，你睡觉睡过了一天了都，我睡太久了，嗯，但是我确实需要多睡一会儿，对，真的需要多睡一会儿，嗯，比如说我2点钟睡，我晚上2点钟睡，我可以睡到下午2点钟起来，对呀，我在中心还睡不到这么久呢，我晕。中心就是会因为各种原因醒，或者做噩梦醒这样子，嗯。可是年轻人睡12个小时不是很正常的事情，你们睡不到吗？嗯，难忘今宵了，现在春晚开始难忘今宵了。我今天没办法2点钟睡了，因为我还没有卸妆、洗头、洗澡。生物钟。嗯，确实，我觉得确实在家就像小猪一样。7个小时就醒了，那确实有一点，有点睡得少。嗯，新年快乐。昨天好像2点半睡的吧，因为实在太困了，不知道为什么。谢谢你的红包。我也不知道我们家是电热水器还是燃气，反正可以洗澡，对，有热水。不是，昨天真的，可能就是被窝里一热，然后一关灯就很容易想睡觉。中午就洗澡，穿新衣服。嗯，会的，会提前开，而且我睡觉都会把电热毯给关了。对，没错，回家就是要好好休息。但是我就是回家，可能因为天气冷，洗澡很慢呀。我昨天感觉洗澡洗头花了1个小时。确实正常，毕竟是冬天，动作比较慢。一年一度的难忘今宵，打开听一下，别打开了，我放给你听，我放给你听啊。为什么8点就准备？谢谢阿飞的拜年，阿飞给大家拜年了，难忘今宵。对，我唱是另外的价钱，笑死。好久没有认真看过春晚，我都是在微博上看，对，
就是微博上他们玩梗这样子。我放完这首有放完这首有一种要关的感觉。不会唱啊，我晕。没有没有没有很陶醉，没有。对呀，这个调太高了。明年再见了，怎么已经新的一年了？要求好低呀，对口型都行啊。你们有没有发现我今天美瞳换了一个？可能这个光看不清，自己打个光。笑死，用 iPad 给你打个光，看到了吧？它是那种蓝黑的，然后是一个，就是蓝黑的一个那个猫眼珠，对，好看吧？黑头发其实蛮合适的，这样子。我应该早就打个光是吗？它是蓝黑的，不是棕色的。但是打光就是眼睛很亮，这样你们也能看吧？打光就是看得清楚妆容一点，这样。对。打完现在不能看了，到时候不打了。躲在角落说悄悄话，确实。谢谢四勇的经历。对，以前就是在房间里就会打光，但是打光也不好看，不知道怎么说，我觉得在哪里直播都比在中心直播好看，绝了。对，不打光就看不出美瞳，但是要戴，戴不戴美瞳区别还是挺大。你们明天要早起吗？还是要干嘛？明天放假，准备干什么呢？难忘今宵给你放完。上一次直播时候听过说啥了？要早起。早起去干嘛？哦，对，好像大年初一妈回外婆家，但是外婆家比较远，在深圳就不回了。明天不放假，好吧，上班加油，放鞭炮，不错，放烟花嘛，就是，幸福的。不错，其实。就是不走亲戚也蛮好的，对，可以在家睡觉。早起跑长途，好可怜哦。对，我就还是在家，可能大年初一在家，大年初二也在家，初三可能出去玩吧，可能跟小闺蜜出去玩。对，对，每天都在争取睡12个小时。我感觉回广州睡不到12个小时，中间断断续续的，就是走亲戚，就是还不如待在家啊。宝石啊，真14，这怎么回事？
为什么要打电话拜你啊？对，在家是这样的，睡成小猪。亲戚太多了，回家不怎么做噩梦。嗯，你好像那种就是，电视剧里的人呢，就是或者是书里的人，打电话拜年。在梦里工作，在广州的时候很少梦到江西，在江西的时候就经常梦到广州，这样子。毕竟一年在广州待的多，在江西待的少。这个刘海有点丑哎。我明天再剪一下，可能下一次直播又是不一样的。好吧，自己剪的将就一下。对，你夸张了，找我剪头发有点夸张。没有，我是卷了一下，对，卷了一下。其实我就只剪了中间这么一寸，然后旁边这里。自己本来也是要剪的，再剪了以后就是这两撮剪掉以后就是像我平时的刘海。没有，今天我妈在包饺子，我就没让她帮我剪，对，然后去睡觉了。明天让妈妈剪，可以。这个板凳坐的我屁股好痛。你点了啥歌？认真的吗？好，自信一点。过年为什么不能剪头发？这个我可能不会唱了，你介意我放吗？老婆，这什么歌？是不是 SHE 的那个老婆？哦。那个歌挺好听的，但是不太会唱。我可以放吗？看不到，没关系，你听就行了。对，怎么不更新呢？借你的 BGM 放一下。新年快乐。好，那我放一下。我还蛮喜欢 SHE 的歌的。哎，好像有点熟了。但你听得到吧？没更新看不到。从昨天到今天，还有明天，感谢老天让你们陪在我身边。真的是这个调，我晕。Thank you.
就是说，就是说两个好姐妹，然后关系非常好，然后就是关系好到叫老婆，就是两闺蜜的。不是，不要乱不行，没有这个歌吧。不知道，听听呢。我也是第一次听这首歌，谢谢你的荧光棒，感觉像要放什么大招一样，这个歌。因为天黑了。这是什么歌？什么阴间歌曲啊？这是。我也觉得很奇怪，大半夜听的有点。别玩算了，快切了。我这样，我切了就是鸡腿就退给你，让我们听完一半哈，看看一半他会不会退。没关系，我来我来，你就是有点就是烦人嘛。好了，把声音调小一点，我们继续聊天。笑死，下次不要点这种怪歌，真的是大过年的不太吉，不太吉吉利，对。当做无事发生，但是歌词也很怪，什么婚礼上用红筷子，嗯，你有听过这首歌吗？嗯，你都没听过这首歌，你就点这首歌，嗯，确实哈，
我们放一首歌盖住它。哦，看名字，怪不得。那你真会点，一点点这么会的歌。这什么歌啊！救命！你不会也没听过这首歌吧？狗日什么歌？看那什么歌？那看看这什么歌？这歌应该可爱一点吧。好像还行啊。这种还行。这起码是一个正常的歌，对，就是名字有点奇怪，弄得我不会听这么奇怪的歌。啊，这个歌我听过，就是粤语歌，有狗。狗都比他懂讲情分。大半夜听的 emo 是吧？换一首，换一首。年初一来点嗨的歌是吧？
清楚这个年代。我不知道。对，也是这样，我也是。我也是，我也是很慌的。明晚就睡觉不累，明晚就睡不累。我可好想能够让我心里有我的心情，听着音乐，我也能明白心里有你很慌的。嗯。就是好看。可爱女人，不错，这个那肯定是速战。那我不用放歌了，就放完红点这一首。那可爱的，谢谢。对，因为唱歌它有很多音。对，下面。嗯。现在呢，我把我的声音放大了。现在呢。我现在把人声放大了，太好听。嗯，那你们就说我这些，我这边电影很正常，萌萌的。我要去变身了。龙龙龙，难道我去变身了？应该讲话是没有情绪。因为他是要营造一个唱歌之类的。我说现在讲话是那个一期还是吗？一期吗？有这么吓人吗？这个声音一期吗？你被吓到了？你这么恐怖吗？啊！很认真吗？笑了，他喜欢这种声音，很后台，可以说，好吧，然后。正常讲话。猛男音不喜欢的、听听走狗的。这首歌应该还不错的，是个粤语歌，是吧？
习惯，免惹你生气。我挣扎，只想讨好你。这个朋友真的很喜欢狗。最后几个问题，歌词吗？听不清，但是我想。打光了会好看一点。那我之后取名吧，比如这个照片。小学就有狂欢，你心向往事。我到，再放一个可爱女人。从你冲到呕心沥血，令我血性也失守。明白我迈上，全为迎合你，丑到未知丑。谁料卖力讨好你，令我变了你的狗，让我走。哇哦，这小花很光的。可爱女人了，大家。哦，桂君也给我发红包了。点得很用力。点不到。你知道微信有那个红包，就是拜年红包，就是随机的那个。
对啊，我跟你们就是聊天的时候都错过了那个微信的红包，错过了，不过没关系，刚领到了一个大的，领到一个就是了，我们周中发的，对。哦，谢谢，谢谢小小猪的皇冠，谢谢你，新年快乐，嗯。没关系，红包红包，好的，就是在口袋房间也收到了大红包。祝大家新年快乐。放假之前好好休息吧。哇，放到正月十六啊，好好的。谢谢皮牙的虎虎伞。就是收尾时刻了是吗？送给大家，收尾新年快乐。对，这个虎真可爱。谢谢你的红包。没有截图，是这个歌比较可爱。这样子，好的，可爱女人跟大家说拜拜了，睡去卸妆洗澡睡觉了，大家早点休息，今天不会要就是什么守岁之类的吧？对，拜拜，早点睡，希望大家不要被爆竹吵醒，是的，谢谢你的荧光棒。拜拜，晚安，早点休息，拜拜。晚安，拜拜。谢谢你的红包，谢谢你的荧光棒，拜拜拜拜拜拜拜。虎年快乐，拜拜。拜拜，谢谢你的红包，晚安，早点休息，拜拜，新年快乐，拜拜。